1月9日，有网友爆料称王俊凯已经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，随后北京电影学院的官方微博也转发了该条爆料微博，并回复瑞雷。消息曝光后，粉丝们欢腾一片，纷纷表示非常支持王俊凯报考电影学院，觉得不去学表演可惜了。而就在王俊凯参演长城时，赵艺谋就曾提议可以吃表演这碗饭，可以看出演技是得到老谋子认证过的。早在不久前出席活动时，王俊凯就表示已经有心仪的学校，考试时就已经网传是考影视类的科系，目测演艺界的新生代力量即将诞生了。粉丝也纷纷留言表示，北影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，如果是真的，祝福小凯取得好成绩，支持王俊凯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